书环呢，是我们去年，比如说这也是进步会上的一个成果，体现这些中国的一些保护的一些动物啊，一些让我们的客人买我们东西以后啊，能知道啊朱鹮这个故事，我们给他讲朱鹮的故事，让我们大家认识到保护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性。在我们讲的话，在我们企业讲的话，也很有大意义。来，各位客官，今儿肉夹馍吃，肥一点，瘦一点，瘦点，给咱来一个瘦一点的肉，把咱肉一切，肉要切大一点嘛，剁碎一点，大一点，给咱剁的大大的啊。好，肉剁的满意不？满意啊，馍你要吃烤的干吗？烤的软？烤的软一点，好。给咱两面一翻，烤的香香软软，这么软行不行？可以啊，给咱把馍一切。好，再加上咱的卤肉，肉汤要不要来一点？要。要啊，给咱浇一勺卤肉汤汁，汤要多一点吗？少一点？多一点。给咱再来一勺。好。客官，咱肉夹馍好的啊，小心烫。